好驚啊！真心有啲驚喎呢個。我好中意睇鬼片嘅，係勁中意睇嘅，因為硬係覺得喺現實生活中睇唔到嘛，咪睇鬼片咯。乜都中意，泰國、日本嘅、香港嘅都中意，係啊，咁。即係如果你睇片嘅時候嚇得多，你見到真嘅可能未必驚咧。又會啦。普通市民對於鬼魂啊或者招魂啊嗰啲方法都係喺睇片睇翻嚟嘅啫嘛。睇林正英嗰啲咧，道教點樣捉殭屍捉鬼咧，咁你嘅概念都係嚟自呢啲嘅啫嘛，係啊。其實我不嬲好迷信底嘅，即係我會睇塔羅牌啊，我會睇星座啊呢啲嘅。咁但係咧。鬼故事咧，自從我做咗電視之後，就好少去睇太多，因為我成日都要即係出去出邊做嘢咧，所以自己一個住酒店，我係好驚嘅。因為我真係實在，如果瞓唔著，你第日做嘢係會好辛苦，所以我盡量唔聽去避免嘅。咁跟住之後咧，但係當我即係做咗呢個節目之後，其實有啲改變嘅。一嚟我冇以前咁驚呢啲嘢啦，同埋聽好多有啲真係幾浮誇，即係有啲係啊，有啲幫你辟邪啊，或者破地獄啊，定係其實有好多好技巧嘅嘢係去令你心安理得咯，去令俾錢嗰人心安理得。但係實質係咪真係有用途咧？嗰樣嘢我都有少少質疑。咁同埋鬼都係人變出嚟嘅啫嘛，即係有幾恐怖嘅。係咯，突然間唔知點解好大膽。有時人仲恐怖過鬼咧，講真的。